所在来，我代表台北TC来欢迎对各所在来经过十二小时、三十几小时啊，特别伟大来啊，能关时间来参加这个大会，我想这是真难得啊，感谢上帝，咱可以做。相信我也感谢啊，这个慈母师伫这个筹备中间，伊所付出的时间甲心神，特别也感谢这个无义教会因全体这中一个信徒的参与，非常的感动哦。我想这是表示南美的这个热情哦。
特别听你讲，咱已经对台湾来，伊才代表因到伫巴西，然后接过来阿根廷，讲对巴西因所收到的可能热情的款待，其实伫阿根廷一万收成伫，拄个开始即一日久的中间，就会通感受一款受款待的款的热情吼。特别咱这边的聚会。阿根廷教会，咱即几工会食饭，再传咱，再沟通，因教会要甲咱负责遮个费用。我想这是真难得，那么真感动的一项代志哦。伫每遍伫各所在伫举行的时阵，拢会当得到当地教会伊可能热情的款待，甲付出因所有的心神哦。我深深感谢。其实到了南美，咱已经南美 TCC 已经今年第13届，每两年开一摆，所以来讲，咱至少有26年久的这时间哦。这中间伫第5届，2001年，咱来到伫南美的巴西吼，我是咱印象最深啊。迄个时阵伫本来伫巴西时嘛是伫无语教会啦吼，啊来直接嘛是无语教会。所以南美来到南美，咱拢有这份真热情的这款的招待，我深深来到咱 WTC 来表示感谢。这边咱的主题，这个就是咱来看咱的这个李梦中师爷主要跟咱讲的主题吼，咱来看。社会不变，福音不变，吼，宣告应该改变。我即句来讲，是咱特别来思考一个改变中，咱整个伫台湾人教会，伫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咱拢去面对迄个变迁改变。其实即个组织伫1988年，迄个要开始前两年，咱迄个当时全体演讲是革命中的。台湾宣告，我即摆来讲，每一个时代，咱拢去面对的改变、变迁，啊，伫即款的环境的中间，咱要怎样去面对遮个冲击？迄个改变中间，咱要提出方法来去面对遮个，带咱整个咱的信徒向迄个改变中的社会个世界，咱要怎样去所在来宣告？所以。咱今年用同款，用这个款的想法来想讲，在改变中，所有都在改变，到底福音无改变，咱要怎样去面对这个？哪里能做出来？其实，这个世界教人基督教会联名当时的迄个宗旨哦，咱已经开第二啊，因为咱之前拢是头一遍来赴这个大会，咱怎样讲？到底咱福音大会，这个大会的宗旨，这个联名的宗旨是甚物？当时遐咱的前辈，因下落迄个宗旨的时阵，到底今仔日，你也感觉这非常非常要紧哦。咱做来看，来读一遍，咱知影讲，咱来参加这个大会，伊还搁一遍伫要思考，到底咱有达成咱的前辈所留予咱迄个宗旨啊无？啊，这个宗旨伫今仔日。在改变的社会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哦？来读，伊讲联系世界台湾人基督教会间的中间的关系，关怀世界各地台湾人，促进普世宣教事工，实现基督内面合一的建设，以达成公义、和平、到受造物。的完整，这才是咱的前辈经所下落的宗旨。到了今仔日，伊完成做咱一个真要紧的目标，想要来达成。要怎样促进全世界，咱已经分散伫全世界的台湾人的教会，即款之间的关系、联系的关系、关心的关系，每一所在所发生的事件，毋忘全世界台湾人教会。拢会通做伙关心，又 focus 伫迄个所在，啊，迄个受到冲击，也是问题到的中间，
因无感觉孤单，因为全世界台湾教会拢伫关心咱，伫支持咱，关怀世界台湾，以及促进对普世的宣告。咱来为了台向台湾宣告，也向真济毋是台湾人，是世界人宣告。特别咱看去，阿根廷贸易教会因伫关注面对关所做迄个正水的宣告的工作，互咱着激励。其实，咱唔单单关心咱即个台湾人，咱个同胞，全世界拢是咱宣告的，应该宣告的所在，咱有通去做遮嘛，来实现伫耶稣基督的合一，最是见证。哪里有通达成公义、和平、佮受造物的完整？公义、和平、佮完整。啊，即个对开始教会到今仔日，咱拢伫强调伫面对，到底伫台湾，若是安尼伫台湾的教会，因有得到受公平公义的对待啊无？因为我着发出讲，咱是台湾人，台湾是一个有通独立的国家，迄款国家的认同，咱要怎样去帮咱来促进遮？其实。无一个时代，亲像今仔日这个时代，面对迄个改变，那是社会改变，科技的发展，迄个快速的改变，咱要怎样伫即款的环境的中间来找着咱应该有伫这个时代的角色甲定位？2016年。第三位结构 ，Google 的阿哥，这个 AlphaGo， 甲世界真出名韩国的这个李世石，这个加围棋的这个做一件围棋。第一前两年 ，AlphaGo 这个 Google 所发展出来迄个围棋的电脑失败，就是两年后经过。先深度学习，赢过李世石。伫五盘迄个围棋的比赛中间，阿法哥赢四场，表示迄个人工智慧 AI 已经伫这个时代伫改变所有一切。AI 有通经过强度的学习、深度学习来提升因对。真济问题会解决，所以这个世界的改变 ，AI 人工智慧已经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应用咱。有人讲，这是世界第四次的工业革命。这个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就是要改变整个人类迄个思想，也是人类所面对的这个工作。伊讲到2020年，也是2025年，70%的工作，人类的70%工作，和人工智慧 AI 所取代。在这个时代中间 ，AI 改变咱真济工作，唔免咱去做，是 AI 会通去做这代志。IBM 的 Watson 这个大型的电脑。在几秒钟过程间，有通来解决帮咱迄个法律的顾问，比用人迄个律师团，搁较正确，90%的正确。所以我甚至即个电脑有通做正济代志，甚至咱知影伫即个伫医疗方面，达文西的开。自动的开刀，通过这个自动人工的智慧，有通帮一人来开刀。就是新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达文西的自动开刀，开刀有通更加正确、更加完整来做开刀动作，有通remote control更加远的所在有通遥控，也是工厂的自动化。无去再面对罢工，也是一日一休的这个问题，台湾哪有甲安尼？
无搁再有别工，因为工厂内面没有电话，没有人，只有管理的人来听。500个员工，也什么人来用电话？无有人，只有自动化。这自动化是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人失业500个啊，什么人来人失，拢消失去，只有出头路3-5个，伫遐伫控制遮个。AI 伊要取代人类最侪工作，汽车无需要再有人来维修，开始伫研究无人甲伊驾驶的汽车，人类的翻译工作也要慢慢受取代。Siri， 也是 Google， 也是即个 Google 的 Assistant， 拢不能取代即个翻译正确翻译。今仔日手内个一支手机，你用通用过未？你有通发问做侪问题，你有通解决咱做侪问题。A P P 遐个通着所有个资料，若是安尼，人类面对即款个改变，人个存在到底是啥？咱要怎样去面对即款个改变个即款个环境中间，特别伫即个高科技个内面？人的地位怎样？失业人啊，哪济？教育要怎样去面对遮个？到底这个 AI 的产生是真的是好还是歹？可能有真济遮个好的影响伫咱中间。迄、那个诊断医生的诊断，因为迄、那个对迄个 big data 迄个大的迄个数据库内面，能解决遮济的问题，都是。在这款的问题中间，到底有什么款有危机啊？到底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变化里面，咱拿一支手机在生活中间，咱受这么大这么大影响，就是咱要怎样？在这个变化的中间，到底在宣告的里面，到底咱面对什么款的挑战？在这个改变的里面，英国的这个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 也是咱知影 Tesla 的创始者，也是 SpaceX 公司的创办人 Elon Musk， 伊讲，人类若有面对将来面对什么样的危机，可能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提升，已经大过人，要取代真上帝在咱的中间。有一天，咱科技可能免先科技，迄、那个。机器人有当吃做鲜花队，你家煮的有当一顶的鲜花队，底下跟饮食，唔免阁去学习。在这款的变化中间，到底咱要怎样去面对这？所以 ，Elon Musk 也是 Stephen Hawking， 因为担心这科学家也是其他一高科技这人，伊讲也是有。人类高即个 AI 的产生出的改变，是带予咱人类正面对灭亡早期的临界。那将来的问题是 AI 的问题，不过伫以后伫各方面，迄个人工的地位已经帮咱人类真济。咱要怎样伫这款的环境内面，咱去面对这，特别伫宣告顶面。就是今日高科技有通带予咱，因为咱今日要开会，为台湾、为美国、为日本，为各所在来，要经过几十小时，用遮侪钱，才有通伫这个所在开会。到底 AI 要带予咱，咱有一天咱的开，唔免经过遮个。新的科技所产生 ，AI 所产生的，所以 Zoom， 迄个 Zoom。Cloud， 也是 Zoom Video Conference， 伊这个 program， 这个软体已经成熟，咱只有伫一个屏幕顶面，所有参股会议人伫个所在出现，只要你伫遐发表你的意见，讲 Yes or No， 伫遐来解决。所以请咱免开会之下，到底你伫个电视顶面来开会呢，也是咱通做会就。组织伫一个所在，去感受迄个人甲人中间的迄份感情的流露，你咱做一足大足大了解。不过，迄个有通帮咱真济伫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已经无去，咱伫真紧，伫全世界伫几秒钟过中间，通过
Zoom Cloud 有人来开一个所谓会，能够咱作为组织，这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是咱所期待嘛？你先挂期待，然后当面对面，你管你人跟人中间流露出来的感情，甲信用所对人表达互相的隔阂。这款的改变，咱都在这款的环境跟时代中间，就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咱活在这个时代，活在全世界的这些台湾人，咱袂当对这来做认命，也是对这来受伤害，该怎样要怎样去面对这个？都是像这款的经验，咱所有的移民的教会，全世界移民的教会，今仔日。那么面对一个足大足大的挑战，我们知影，南美在教会当然教会甚物款，伫北美的教会，遐第一代移民已经老化，已经六十岁、七十岁，教会所留落来是六十岁、七十岁。最近我去负责一间较偏僻台湾教会，只有剩三十年，啊，迄个教会伫七十年代。美国在迄个越战的时阵，有真侪些军人调到伫前线去做兵，所以当时迄个军 Ventura County 这个也是伫美国真侪的都市，拢要去外国的留学生来读医学的。伊若欢喜到伫迄个所在，因就回军卡，回身份。所以有真侪人到伫遐，迄个 County 离伫洛杉矶差不多六七十迈的所在。当时有六七十个，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去到伫迄个所在来做医生，90%毋是基督徒，总是经过几年后，遐个六七十个医生有一半来信主，所以当时教会四五十个伫礼拜，35%是医生，遐个拢是第一代医生，这是经过。三四十年了，这人要到七十岁、六十岁拢退休啊！你看牧师啊，我了有存四十几万啊，这四十几万哪拢用了的时阵，啊，我嘛拢去啊吼，所以靠人关门。到底你要去关门呢，还是你要开创新的工厂伫迄个所在？遐个因的第二代拢是医生，所以是无伫这个教会，是伫远古的教会，也是伫迄个所谓泛。Pan Asia 就是啊，即、這个亚洲人的第二代教会。底下有两间真大个，即个教会是日本人做，迄、那个日本人的第迄、那个少年人做牧师，遐有六七百个。也是迄、那个 Evergreen， 也是迄个 New Sound 的 Orange County 迄个所在，有三四千人伫聚会，少年人都是英语的，用英语的。啊，迄、那个领导者。Leadership 是韩国的青年啦。其实，咱可以去开发伫每一个无同款的国家。甘在伫咱南美，啊，像伫阿根廷这教会是用西班牙语中心。所以，西班牙语用中心嘛是台湾教会，是台湾教会用西语来讲道。美国的日本人已经有105年的历史，了老有真济美国这个。日本人的教会，总是遐日本人的教会无讲一句啊，日讲一句的啊，因为伊到第四代啊，原始，所以到第四代就剩伊20个，伊是用用日语的，总是其他的两几啊百个是用英语。日本人的教会是用英语的，所以咱今仔日所有全世界在移民到的全世界台湾人教会。咱嘛，同款面对这款的变化，咱唔知要怎样去面对。我伫问詹姆斯，咱的教会要有青年伫遮。我伫北美的牧会中间，了南加州一直在建教会，总是80%拢是高龄，因为第二代已经无留伫遮教会。咱唔知怎样要去面对遮第一代留落遮的人。对因的宣告，对因的关心，伫因的信仰佮因的生活的中间，有一件好无事啊！咱有当设一个台湾人的安养院啊无？像你种哦，无可能达成。咱要将遮尼少的人去设一个老人院来关心遮个，
就是阮最第一代遮移民，更是咱因为足期待咱第二代伫即个所在有通关心咱伫信仰、伫肉体上的需要。等咱年老的时阵，我不是咧想，阮四五十年伫即个所在来照顾台湾人的这个高山口。等我到年老的时阵，什么人要来关心我？不是伫老人院，是阮信仰迄款的。所面对的年老时，心态要来照顾。我想，这个学生，这个世界大人教会，感谢我们当来想，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国家，伊所面对的无同款的问题，总是努力改变。在这个改变中间，咱有可能去找到一个新的模式，通过这个平台来分享给全世界大人教会。咱拢是移民的教会。咱拢去面对小小的问题、语言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第二代甲咱中间是比台湾更严重。然后呢，咱这个组织会通帮助咱做事。今日所读的圣经，咱通做事。伊是人经过四十年伫旷野的流浪，来到伫约旦河的东岸，伊特别进入。几百年来，七百年来，迄、那个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应允，留恋个彼个地。我想这个人足兴奋，足excited，明仔载要入去。就是我想，伊迄种心中有足大的担心，敢是明仔日，当你过约旦河了，你整个生活改变，迄、那个迁移，迄款的改变，迄款的变迁。约书亚做领导者，应该讲，你若看见上帝的祭司跟约柜时，你就起来军队。伫咱面对无论即个整个高科技的改变，也是咱的环境、咱的移民教会改变的时阵，你要怎样去面对？要注意一个，伊讲咱未捌行过路，咱未捌生活环境内面，咱应该直接去变迁。约书亚讲：“恁着看见这时跟约柜的时，恁着起来军队伊。我即款来伫即个，恁拢知明仔载要新款来变迁，总是咱心是有把握，伫咱欢喜来军队上帝带领来引传。我咱看见上帝约柜卷起来，咱着看见伫恁面前，上帝伫迄个所在，迄个约柜是代表上帝。恁着军队伫后面。”就是跟伊讲，恁着保持两千丈的远。我即个来讲，恁要得上帝，恁所面对的改变、变迁，我想得靠上帝美好的旨意。你有时阵太热心，太热时间，我要把上帝较紧点，上帝较慢者。讲恁要保持2000丈。我即个来讲，当约柜行的时阵，恁着行；约柜停的时阵，着停。太极时阵讲，上帝你看下紧者，要上帝看下者。咱伫面对问题时，咱常常用咱家己的意念，伫要去影响上帝。要是咱有通静静去等候上帝是行还是停，咱军队伫伊个后面。第三，耶稣啊对遮个百姓讲，恁着清洁，恁着清洁家己，因为明仔日咱要进入一个。恁未捌行过路，什么性格？不是将所有垃圾拢家对身躯内底，所有思想伫过去伫因呢四十年久伫旷野流浪中间，因所养成习惯，因的想法拢着放下，准备来进入伫一个因未捌行过迄个路径，新的环境。所以今仔日咱就要去面对一个新环境。等伊虽然约柜行过约旦河了后，是正月七十，正月十四，咱来看第五章，用正月十四，因是伫迦南地首头一个半过节。第五章，咱来看第五章第十节，我伊虽然伫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暗时。伫亚利哥的边缘守半个月，半个月第二日，因食了迄个所在出产，两个日食了后，
你咧食迄个无价饼，甲烘一面，即个饼，因食了迄个所在出生的第二日，马上就停止。而且咱这段历史拢知影，因伫旷野四十年久，因无静坐，因只要透早起来去叫马纳，因就能维持因的生活。甚至甲咱讲，因四十年久所穿的衫无破去，所穿的也无害去，就是因为过约旦河的第四天，伊发现因的衫破，破了伊个，伊个会害去，伊无再起来等候。叫妈呐！伊需要一个工作来耕作，来得到食物。这个改变是太大了。不过，因需要准备去面对进入这款的环境甲挑战。各位亲爱的姊妹，咱进入伫这个 AI 人工智慧这款时代，咱世界改变哪来哪紧？有一天，咱无得去面对哦，甲我过去都无款。拄像耶稣讲，你要伫明仔日。你们行一条恁未捌行过路，咱准备好势嘛？咱大部分拢是第一代的这些移民，无伫咱美洲、伫北美洲、伫亚洲这些国家内面，咱有经过一段奋斗伫这个所在，咱有留下真好的典范伫这个所在，就是明仔日咱有一个新的改变，咱准备好，通进入。在那個新的處境裡面，在新的環境裡面，感謝上帝，因為做一個有信仰的人，要讓準備好事，讓咱知影，明仔日咱要行的，咱未捌行過路的路。世界不能這樣改變，環境不能這樣改變，咱要咱確實的，咱有可以堅定的約裡面，有上帝來鍛鍊。来叫唔怕，我用安尼来勉励我家己，也勉励咱在对各所在来，咱亲爱家己姊妹。上帝，咱伫这个时代是快速改变的时代中间，我欲怎样做一个勇敢福音的导师，带咱的百姓进入伫咱未捌行过的路的。阿头，三个人。信心，愿我靠上帝来进入伫一个新的处境内面，伫变迁的环境甲社会中间，愿当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谈、信心的帮助，常常教我们三个字：对基督到永世来负责。阿门。